这个鱼有的地方叫鲅鱼，有的地方叫马鲛鱼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鱼，评论区告诉我一下呗。很多人买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好吃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吃法，鲜香入味，焦香酥脆又好吃。首先鲅鱼宰杀处理干净以后，一定要把里面的小刺剔除干净，然后加入去腥三件套、葱姜料酒、少许的干花椒、适量的白胡椒粉、一勺的生抽、一勺的精盐，里里外外涂抹均匀，腌制20分钟左右。要想鲅鱼吃起来口感比较酥脆，上面撒上一点玉米淀粉。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做菜的小技巧，你可以点赞关注，以后想吃不会做的时候随时都能找得到我。锅中有热，鲅鱼皮朝上，下锅开始煎。刚下锅后先不要动，要不然容易碎。等一面煎至金黄以后，反过来煎另一面，一定要开小火慢煎，大约煎至10分钟左右，两面煎至金黄就可以出锅啦。最后再撒上点小葱花点缀一下，这样做的鲅鱼外表金黄酥脆，里面软糯。